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台 Minota 的这个双眼双反相机啊。那这台我们先看一下四周的这个皮革啊，在这个前后正常可以看一下，前后可以移动啊，前后四周这边有一点裂了，不过它的这个皮面还算是完整啊，因为这也是很早期的物件。然后这边皮面，旁边皮面完整，后方也是有一点点翘楚，只不过还是完整的底部还有上方，上方的这个部分。好，那这台的快门呢还可以使用，可以看一下，这样子可以听到那个快门声，你们看到这边都有那个亮点，快门也正常的使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观景窗的这个部分，观景窗的这个部分，观景窗可以看一下，观景窗的这个部分，观景窗。好，接下来来看一下底片室，我们来看一下底片室。底片室呢，它这个你往这边拉一下，因为它这边有个卡榫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有卡榫，它是卡在这边的，卡榫。这边有写Minota Camera， Minota Camera 这个底部有写，然后这边有写它的这个编号，330702，在它的这个出厂番号，那么看一下这个，刚刚，你可以看这边快门就很明显了，刚刚这样子，快门很明显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Minota 的这个双眼双反相机，谢谢。